心小英雄 Super。姐姐，我是小姐姐，你知道音乐开放的时间了，是好喜欢哦，每次早上听到音乐都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就是我们上次有玩，就是拍拍手，对，然后这礼拜好像会有不一样的玩法哦，非常不一样，所以先欢迎到我们的来宾，我们来宾呢是我们高玉哥哥，你们好，我是 MC 高玉，还有我们的楚儿姐姐，大家好，我是楚儿姐姐，姐姐这么可爱的小朋友是来自于哪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？星星星幼儿园。欢迎你们，那我们现在也要欢迎我们两位老师，第一位是我们平凡老师，早安，我是平凡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普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平凡老师。平老师，我们今天的音乐开发是要玩什么呢？我们今天音乐开发要做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哦，之前玩过拍拍手或者是唱儿歌，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考小朋友的想象力，因为今天难得两位老师一起出现，是的，所以我们会建设到一些儿童语言的部分跟联想的部分，会很精彩哦。好，那一样会有暖身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先来暖个身吧，让我们先进入状况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暖身呢，我要请小朋友等一下帮我猜猜看，我等一下会唱一首儿歌，然后你们想想看那首儿歌跟哪一个图片比较有关系。好，加油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第一首，举手的好快，超难的。轨道，轨道，跟轨道有关。轨道，有没有别的答案呢？有没有？是什么答案？轨道，轨道。这边有人知道？有谁？国旗，国旗，国旗。为什么？国旗是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？英国。那为什么会是跟那首歌有连贯？连贯？对，连贯。那个铁桥在伦敦，好厉害哦！对，因为铁桥在伦敦，伦敦在哪呢？在英国。但是我觉得小朋友猜轨道，是因为你仔细看，如果我们是从俯瞰图去看那个大桥的话，其实它不是一根一根，就看起来像轨道。其实是蛮像的。对，如果是从他们的角度去解读的话。直接进入来 PK 了，对，来 PK， 我们就请小朋友带队来 PK， 好，请哥哥姐姐们帮我们带小朋友出来，我们来进行我们的 PK 赛，各带三位小朋友，好，来，我们战斗甜品曲要 PK 喽，那这个我要请丽菲姐姐帮我眼睛张大仔细看，好，然后我们可以选出比较棒的小朋友，我等一下就送他特别的小礼物，好，然后我们会弹完音乐之后，唱完歌之后，我们请小朋友举手，然后我们请姐姐们帮我们找找看谁手举得最快，然后请他来指出正确的答案在哪边哦。对，平常我这样比较用心，要不然这样如果大家都一直讲话的话，其实会乱成一团。是的，对，所以记得听完歌知道答案的时候赶快举手哦，好不好？举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时间交给佩佩老师。那如果呢，你听到这首儿歌，你也会唱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唱。好，来第一首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一闪一闪。知道答案的小朋友，先把手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等听到老师喊一二三的时候，就一起再举手，好不好？注意听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吼！哇！丽菲姐姐谁最快？就刚刚这位男生，对，来，那是什么？来告诉我们答案是哪一个呢？月亮，它是哪一个图？有月亮那个图，中间那个，中间上方，草的上面，草的上面有月亮的图，所以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小星星，小星星，小星星，小朋友都很棒哦，对，厉害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第二首，第二首歌。所以高威哥哥这一组获得一分，得一分，对了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那后面的小朋友要仔细听哦。
预备。在这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花花衣。你爱花儿，花也爱你。你会跳舞，花要甜蜜。大家都想好答案了吗？注意听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后。哪一个？楚儿姐姐前面的这位小朋友，你最快，你最快耶！那你告诉我答案是哪一个呢？花花，花花，为什么要选花？为什么是花花？蝴蝶跟花花有什么关系？愣住！因为蝴蝶要采什么？花花采花花，蝴蝶有采花蜜，而且其实在歌词里面有讲说你爱花儿，花儿也爱你。对，小朋友很棒哦。接下来我们第三首歌咯，开始1-1咯。第是最后一首吗？老师是的，决胜负。对，现在是1-1哦，所以要加油。好，最后一首啦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穿过高山，越过小溪，不知过了几百里，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妈妈看见真开心。好喽，想好答案了没？想好了。好，那我要好踊跃啊！说不能说，数到三要举手。前面的小朋友注意听，我要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谁？丽菲姐姐，丽菲姐刚刚没有看清楚，会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加油，再一次哦！听到一二三才能举手哦。4-5-6，六个人举手。好的，小朋友专注力还蛮好的。来，1-2-3，黄色的这位小朋友，答案是什么？轨道，为什么要选轨道呢？为什么是轨道？因为火车走在轨道上面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因为给火车走的。是的，小朋友很棒。耶！所以我们获胜的队伍是我们的高威哥哥这一组。真的，高威哥哥就靠小朋友们。太好了！恭喜你们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拼图，可以大家带回去一起玩。三个人一组吗？三个人一组啊？对啊，大家可以一起玩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今天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跟我们的评审老师，我们下期是我们下个单元喽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两队呢都已经分配好了，要不要来呼一个口号啊？好，来加油一下，来，绿色的，1-2-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我们粉红队也来，粉红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来哦！粉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都好棒哦。对啊，好，那贝贝老师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，注意看我。好，预备，开始了，来喽，换你，换你们喽。哇，好棒哦！这个算简单了，对，这算简单。第五个，哒哒哒哒。哎，有人拍了一个，有一个多拍了这个小朋友，来我这里，对，就是站好，好来加油，好加油，加油，越难哦，来，预备开始，哇，好多个，对，一开始就是你们好厉害，老师就怎么说呢？有看到一个抓到一个小朋友，来跟我一样，我们是一国的啦。要加油啊！你剩两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加油，两个女生，专注哦！好，加油哦！要听好跟看好哦。来，对，哇！哎，这边好厉害！哎，这边是这边好厉害吗？我以为是这边多了耶。这边这个，哇！老师专注力真的很好哎，对，我们讲话你要加油，只剩你了，我们继续加油哦，加油，是4-1吗？他们还跟我们说他们赢定了，你们不能输啊，不能输，加油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好，老师出题，好，要开始喽，噔。第二个错了，好，没关系，站在我旁边。恭喜逍遥哥哥队保留了一位，我保留了一位，我发现他很稳定，他节奏感很好。好，老师出题，我要开始喽。
你都听得懂吗？我有听懂。哎，读一下，两个小朋友错了，这个跟那个小男生。哇，所以现在哥哥对全军覆没了。哇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女生好像比较厉害。对啊，战斗力好强哦。剩下的哎掉了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你们不要得意忘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所以是我们的粉红色队获胜。耶，好棒棒哦。其实像佩佩老师在家里啊，爸爸妈妈就可以跟小朋友来做这种互动的游戏。对，其实很简单的，我们只要慢慢的从简单的一直到难的就好。所以不止拍手，像我们可能拿摇铃啊或沙鼓都可以嘛，或者是可以拍腿啊、拍肩膀什么的，是的，都可以。这样多加一些就会越来越好。对，反正爸爸妈妈在家可以自由发挥，跟小朋友一起有互动玩这游戏。是的，好，今天谢谢我们佩佩老师，以及谢谢我们的小亮哥哥以及我姐姐，谢谢你们，好，谢谢。